欢迎大家收睇第二回合嘅赛事。第一回合之后，两队咧个比数相差好远啊，咁嘅情况之下咧，好难令人觉得第二回合只不过系例行公事。当然啦，历史上都有好多反败为胜嘅故事，不过目前嚟睇咧，呢一个机会我觉得几渺茫嘅。一个咁壮观嘅球场，真系好适合呢一场咁重要嘅比赛啊！侯正明踢开波啦！个波而家喺侯克度，有机会突破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后防夹到实一实，一啲都唔放松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啫。呢个尝试都唔错，不过实在太多人。当拿将个波分去边啊？呢个波啊弹咗出底线，落门嘅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卡荣克攞翻个波，巴里斯、奥斯尔一脚地波送入去，一脚踢走呢个波。成功有机会打反击啦！奥斯尔入唔入咧？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相信佢期待紧嘅唔系一个咁样嘅传球咯。向右翼传出，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。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波啦。卡荣克高空传球，搏球，谢拉特短传，直射，呢球波救得靓啊！球证吹鸡，上半场够钟啦，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喂，系啦，你都上半场咧，有咩睇法啊？嗱，今场嘅埋门都唔少啊，不过咧个比数都系冇喐过，都仲系零比零。喂，餐屎啊！何奥彭利娜踢翻个波出嚟。试下扼埋佢啦，嗱，佢射佢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。其实而家有几多个球员啊，可以有咁嘅能力喺中路咁样突入，起埋脚啊，抵赞啊！呢球波过唔到啦，马勒多纳分去右翼度，谢拉特喂脚直线射佢啦。传入去，哇，好跳得啊！两个字形容完美啊！入波，值得欣赏咧，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。咦，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喎，执执个阵先啊！碧咸入嚟之后应该多啲睇头啦，因为佢跑得好快嘅。喺咁重要嘅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嘅。过到啦，过到啦，得翻一个，系咪要起脚咧？
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，俾人侵犯喎、啊。謝拉特，佢哋揀開個短嘅，喂，試一射啦喂！禁區裏面有隊友，傳得㗎，得唔得先？個波傳向左翼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相信佢自己都明㗎啦。要俾好啲先得。嗱，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，咁所以對手咧好易啊可以截到啦。截走個波，嗱場邊已經係進行緊最後確認㗎啦，或者好快咧就有球員調動㗎啦。嗱，要讚咧佢意志力應該幾好嘅，不過咧起到腳啦。如果頭先入咗，咪領先兩球咯。哇！嘥料啊，佢一定後悔啦。入咗呢球啊，隨時贏到呢場波啊！試下握埋佢啦，機會要自己創造嘅，其他球員都應該學一學啦。龍門單對單，球證睇一個標誌。